情话，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精确的算法，隐形的盔甲，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目标原本就看不见，崭新的梦如何实现，从原点到终点，地平线有多远，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冲破层层的包围圈，未来赛博一剑，一幕幕实现，以梦为马，世界复杂，简单的心去对答，一步一步出发，低头指向天涯，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感动着脚下季节支持你去参加比赛，但是有一个前提，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许勉强，听到没有？听见了。话说的那么好听，到时候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别到时候直接卡在海选了。那我要是通过海选站到你面前了呢？那我就要拿出最专业的态度，好好的采访一下你这位隐藏在民间的美少女食神。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哎哎，刚说完，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没事，撤了一下。怎么弄的呀？不小心滑到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滑的时候肯定特别疼吧？幸亏你滑的是左手，你要滑的是右手，下不了棋，我得后悔一辈子。要是做不好你的帮厨，我也会后悔一辈子。走吧，别迟到。走吧，你走里面。那我先称量，牌子。好，开始现场了，一号到了吗？还剩一个。二号。你是几号？三号。好。几号？三号。四号。三号。
走获胜选手是七号。熊猫，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继续加油，我们一路通向冠军。嗯，这么好的日子，应该找个地方庆祝一下。我带你去个地方。这上面这么好看啊！你想坐摩天轮，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场就好了。这个摩天轮跟那个不一样，怎么能随便跟别人一起坐呢？有什么特别吗？这个转一圈刚好是13分14秒，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哪能随便跟别人一起坐？那我这一辈子也只坐这一次。我不，我要坐三次，我要三生三世都跟你在一起。就像星星和夜的邂逅，你将我的心思看透，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悄悄说喜欢着我。亮亮，嗯，以后我要每天都梳一次你的睫毛。我也是，我才不喝孟婆汤，要永远都记得你，永远都跟你在一起。受伤瞒着我，参赛瞒着我，你们什么都瞒着我。萧景初，我这么信任你，你就这么由着他胡来啊？还陪他去参赛？爸爸，你别发这么大火嘛，我就想去参加一下，看看我做饭到底有多大的实力。一个做饭的有实力又有什么用？你能指这个活着吗？你不是还自己开饭馆呢吗？怎么我就是因为我是开饭馆的，我才知道烟熏火燎是什么滋味。每当你提起做饭这个事情，我这心里就特别特别内疚。要不是你们小时候我没有时间照顾你们，怎么会你们那么小就会自己做饭呢？叔叔，您不用内疚，了了在嗅觉与味觉方面非常有天赋，而且他跟我说过非常享受制作美食的过程。你别在这掺和啊，治疗我先把话放这儿，你要敢去参赛，我马上站起来我就出院，我回家陪着你，我天天陪着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对了，我就是油盐不进。你参赛，我出院。哎，我这腿我不要了。哎呦，爸爸，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别说了，我不听。怎么样？我的刀工有进步吗？我爸都闹成那样了，你还有心思弄这个？我明天怎么去参加比赛啊？你不是已经想好了先斩后奏吗？不是，那我也不能让我爸就这样出院吧？我偷偷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叔叔那个样子是可以出院的。真的？真的，而且这是你最想做的事情，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怎么能退缩呢？看，这是什么？情侣围裙吗？明天呢，我们就围上它，一定能够拿一个好成绩。
心一些。看上去挺好的，挺好。啊，是啊，我也觉得。由松果视频和新笑傲江湖手游共同打造的大隐于市非职业厨艺大赛，经过了激烈的海选和第一轮淘汰赛，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争夺晋级名额的阶段。本轮的规则仍然是选手需要在45分钟之内完成一道凉菜和一道主菜，菜式可以在川、鲁、粤、浙、苏、闽、湘、徽这八大菜系中任意选择。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主评审薛大厨为我们拉开这场美食大战的帷幕，有请。好的，话不多说，三二，盛鼎初先生您好，作为围棋职业九段棋手，您刚刚赢了10番棋，又过来参加我们厨艺大赛，可见您所擅长的领域相当广泛了。能请问一下您最擅长的菜系是什么吗？我不擅长任何菜系，来参加只是出于某些原因，并且特意向大师请教雕刻水果的方法。小技师啊，看什么呢？看您小女儿和小女婿呢，您看看。不看不看。你看看。不看你换了别的看。现在不能换，这项目是我的，我得盯着。你盯着，你去现场盯啊。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呢。Love
熊猫。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明天就是决赛了，继续努力。今天又是什么又啊？加油！ Always stand by you。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拜拜。你的比赛吗？我不是来看他的，啊，我这么一出事，我是来看比赛的。怎么可能？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比赛，怎么看？走走，谁看他呀？我扶你啊！慢点慢点，嗯，那个牌子还有吗？哎，冲鸟冲呀！啊，行，这个给我拿着啊。慢点，你慢点。我妈妈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盒子，我还不认识字的时候，她就经常举着袋味精跟我说，你看这个盒就是妈妈名字里面的那个盒。后来我妈妈生病走了，荷花牌味精的包装也换了，但是在我们家灶台上一直都会摆着一袋，也不打开，就是看着。今天我爸虽然没来，但是我身边有姐姐，有妈妈，还有你。根本都准备好了。4、3、2、1，开始！连日的角逐，终于到了我们本次大野鱼式非职业厨艺大赛的决赛之夜。好的，现场所有参赛选手的亲友团们，让我们听见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各位选手已经感受到来自于家人朋友的支持和温暖，并从中获得力量。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最令人期待的决战时刻，所有参赛选手将要在一小时的时间里完成一道凉菜、一道主菜以及一道甜品。有请现场三位专业评审以及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进行大声倒数。3、2、1。
事儿。呀，我能行。我知道。你说小景师兄和小石嫂这是什么神仙爱情？这也太感人了。小兰，你说这个时候镜头要是拍到这种真情流露的话，这幅美男落泪的画面是不是也能圈粉？程叔叔，你看见程了姐姐这么励志的份上，您就……哎，程叔呢？哦。师傅，您不能上去、啊。我是程老的爸爸啊，别拦着我，让我上去一下啊。秦有堂也不能上去。不是，我就说一句话，一句话行吗？小姐，程叔，哎，小徐师来的正好，跟他们说一下，让我上去啊。程叔，你先跟我去那边。来，不是，我去哪儿啊？我们先来这边。录节目，录节目嘛。啊，我看一下。慢点，您慢点。小徐师，你把我放这儿干嘛？我得上去帮程柳啊。程叔，你现在不能上去，上面正比赛呢。你上去就算犯规了，那这种努力就都白费了。我冲动了。说，没关系，您那是爱女心切。我刚看程柳受伤了，我都想往台上冲，我连菜都不会切，更别说您了。严晓，哎，志柳经常提起你，你们俩关系最好。怎么了？我看见程了和景初的这对神仙爱情，我感动，我羡慕。需要吗？滚！评审的认真品尝，仔细商讨，我们本次大隐于市高手在民间非职业厨艺大赛的最终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那么接下来我会从第四名开始宣布，获得我们本次大赛第四名的是哦，对不起。程了，盛景初，有请。不错，不错。
成了。对于本次结果，你是否觉得有些遗憾呢？没有，我已经很开心了。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因为在我决定报名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信心。嗯，要不是盛景初，我根本不可能可以站在这儿。这次宝贵的经历让我知道我自己真正热爱和擅长的东西是什么，我很开心。我已经战胜了恐惧，也找到了我自己。那知了，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你最初喜欢烹饪的原动力是什么？家人。嗯，其实他们到现在可能都不太支持我来参加比赛，也不太支持我喜欢做饭的梦想，但是呢，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其实就是小时候我偷偷地照着食谱，用奶奶放在冰箱里的剩鸡肉完成的，也是那道菜，让我知道，我原来可以给我心爱的家人带来那种幸福和满足的笑容。那现在呢？自己，也正是这道菜让我回头审视自己。其实我年龄不大啊，但是呢，在我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做了太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做的事情。做饭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反抗，其实是反抗我那个不太会做饭的奶奶。也就是这一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反抗，在平凡的、微不足道的我心中，种下了一股力量，一股信念，让我知道食物可以治愈人心，可以让制作和品尝的人都感到幸福。我相信刚刚大家也都听到了，我叫她知了，没错，她就是我最爱的妹妹。程知了，今天能跟你站在这儿，站在同一个舞台上，真的是我做主持人以来最开心的一次录制。但我觉得你刚刚有一句话说错了，其实无论你喜欢什么，想要去做什么，你的家人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因为爱本来就是无条件的。对不起大家，我想请求在座各位所有观众的原谅，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原谅，因为在这一刻我突然不想做本次大赛的主持人，而是以他的姐姐，以他的家人的身份站在他身边陪着他。程了，爸爸来了，爸爸永远支持你。爸爸，你们吃饭。你脚还没好呢，你来干嘛呀？爸爸错了，爸爸永远支持你们。
的耶。丽姐，恭喜你啊，美食节目的点击率创造了松果视频的新高。恭喜雷呀。恭喜女王大人。连你也跟着下线。徐总说的是真的，您现在就是我们全公司的女王，而且您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啊，当然了，这也有我们程了一半的功劳，那段亲情轰炸真是太感人了。公司能同时拥有你们姐妹俩，简直就是我们的荣幸。哎，我这个语言太匮乏了，什么也别说了，来吧，鼓掌。收，回去好好工作吧。谢谢。程老师，我订了一家米其林三星，主厨是法国的，今天我请客，给您庆功。总监，你心意我领了，但是饭咱们先免了，大家手头还有不少正事要忙呢，先忙正事啊。谢了谢了，心意领了。不是，饭总要吃。心情这么好，肯定是有大事要跟我说呀。你猜呀。是想把我为你做的事全都做一遍吗？才不是呢。哎，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什么？熊猫跟了了，我们俩名字的缩写。这个真的不是加大码的意思吗？嗯，你也太直男了吧你。还笑。行吧，你要当他是加大码，那就加大码吧。那我想让你给我加倍的勇气。怎么了？聊聊，你是想辞职吗？我参加完美食大赛之后，我好像更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但是我这人吧，我一到让我做决定的时候，我就开始变怂了。我特别怕姐姐会伤心，怕爸爸会不高兴，最主要的是我怕我自己没实力，丢了现在的工作，结果还一事无成。一事无成也没有什么的，刚好给我养你的机会。你看不起我，你就觉得我会一事无成？我是想告诉你，想好了就大胆去做。你已经证明了你自己。之前你还劝我要放下输赢，你也要放下成败。做美食不是为了成功，是你的爱好。勇敢点，有我在。还有，我说可以养你，是认真的。那你除了想养我，你想养别人？
想啊，我把你跟我拴在一起，我让你跑不了。走吧。去哪儿啊？去哪儿？去办鸿门宴。慢点啊，叔。慢点啊，小心门槛。慢点，慢点。哟，叔叔，请出啊。来，这面请啊。来，您坐。哟，景初啊，这都是你准备的？谁让咱们家两个大厨，一个独腿，一个断臂呢？熊猫特地找了一家顶级的中餐厅订菜，只能委屈您先品尝一下国宴级大师的手艺了。景初啊，我废了啊！谢谢你啊，客气了，叔叔。饭前先消毒。哎呀，我去洗个手不就行了吗？来，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快。想的真周到啊！这菜看着就不错，赶紧的，我饿死了。那你们吃吧，我先走了。你不说给我接风吗？一块吃啊！我不饿，我是真的要饿死了。你也不饿啊？这，叔叔，我和徐师有话说，我们先走了。啊，那得吃饭啊！有什么话，咱吃完饭再说，不行吗？叔叔，恭喜您出院。我觉得咱还是先把，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呦，吃完饭再说不行吗？这什么情况？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屋里不能说啊！我没有话要跟你说。那你逗我吗？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聊聊有话要说。我在他也能说，你在他不能说。我们是一家人。不是，这就是一顿家宴。我请你吃饭。我自己能走。哎，你能不能别拉着我呀？我真的是。小景初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怎么觉得像是在清场呢？哎，爸，来，我先给你倒上一杯啊。你帮我们说个开场吧。来，你们也倒上啊。哎呀，好久没回家了啊，我是真想家。我这一杯呢，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庆祝我们家成知了第一次参加厨师大赛就伤了一只手的情况下啊，还是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啊。虎父无犬女嘛，一鸣惊人。哎呀，来，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得瑟。这第二个意思呢，爸爸要跟你道个歉。以前呢一直反对你下厨房，是我太武断了。这么说，其实我也应该道个歉。哎呀，停！爸爸、姐姐，其实你们不用跟我道歉，我都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可我想趁着今天这个开心的时候啊，跟你们商量件事儿。说呀，只要爸爸能办得到的，我都答应你。我想辞职。怎么，业余大厨当得不过瘾，想要改专业的了？我实在是没兴趣继续做新媒体了嘛，我就想回小馆帮城管主烟熏火燎的做饭。再说了，你那个腿不还没好呢吗？你让我去帮你打打下手嘛，好不好嘛？不好。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帮我。姐，哎，你别看我啊，小馆是人家的，我说了又不算。我道歉。这么快就变卦，翻脸比翻书还快。我猜城管主的意思应该是，现在还不到时候。那怎么算到时候啊？最起码也得等到手拿刀的时候不抖啊！我可不想收一个身残志坚的徒弟啊。
姐，关注这是答应了吗？咱爸刚才是怕你手伤没好，太着急了。关注，我姐说的是真的吗？爸不是跟你说了吗？爸只要能办得到的，我都答应你。哎呀，那这小伙是我的了。那肯定了。哎呀，爸爸，我真是，妈太爱你了。来，我再给你，你喝了喝了，我再给你倒上。好。哎，来来来，就一杯，没事，就一杯。不行，这是多少杯了？妈，存着俩，存着俩。没事，真没事，真没事，别闹，这么急，站不着了，这个袋子怎么说？静，总监，程了，你伤好了吗？已经好了，谢谢总监。好了就好，那接下来就要安心工作了啊。刚好，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超慢骑巡回赛青岛站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用我都说了吧？那教会情。